约瑟你们好，我叫王文瑜，然后英文名是 Josh， 今年28岁，目前是在台南林良堂聚会。我本身是一个鼓手，我是从14岁开始在教会服侍，所以鼓龄到今年是14年，刚刚是14年。那目前呢，就是主要在乐器行从事教学，也有在一些教会也是有教学的这个部分，偶尔也会接一些表演，这是目前我主要的工作。那去年也刚结束在美国为期半年的进修，那我主修的部分是爵士鼓的两个曲风，一个是 Brazilian， 另外一个是 Afro Pop。那个学校的名字叫做 The Collective School of Music。对，那这是我自己的部分。想要加入约书亚的原因哈，那我还记得我人生听的第一首诗歌是，就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可能幼稚园不到，就是我有意识以来，我听的第一首诗歌是这首。然后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但那时候还小不懂，但是就觉得很被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动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那样。然后之后等我慢慢长大到国小之后，我再接触的乐团就是 Hillsong， 我听的是他们一张叫 Blessed 的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唱到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我都全部背起来，所有段落所有歌词都背起来。那接下来就是约书亚，那时候约书亚我还记得好像刚成立没多久。那我当我知道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敬拜团是翻译外国诗歌，甚至有开始自己一些创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加入，但那时候自己能力也不足，一直到现在，那中间这10多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在这个部分，不管是在我的人格上，在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价值观，以及我在音乐上的技巧跟专业，这些领域都是神的带领。这就是其中一个我想要加入约书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团里面，怎么讲，算圆梦吗？或者说是肯定自己还是什么的？即便到现在，我必须说我自信心非常低落。那我知道外面业界有很多高手，音乐圈里面有很多高手，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得了。那我再怎么算，也不过是可能看有没有，希望不要掉车尾就好了。我也期待，就是我加入约书亚之后，我可以学习到更多有关于舞台专业的东西。那我也很需要这方面的经验，虽然我之前在教会有服侍是跟就是敬拜团，然后我在美国也是跟学校的同学一起在录音室录过音，那回到台湾则是我自己录 cover， 但我觉得我的经验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我每次检视我每次录的 cover 或者是录的这个 band cover 就是乐团 cover， 我还是会就是怎么讲，好，其实有老师跟我说过这句话，就是你永远不会对你打的东西觉得满意。那我认同，但是还是会觉得 还可以再更好，还可以再更好，还可以再更好。我也希望可以透过加入约书亚，在那多吸取舞台上面的专业经验之后，可以让我这方面的能力更多的提升。那最主要还是我希望可以透过我所学所经历的这一切，可以去带领更多想要在音乐这方面服侍神的年轻人。那因为我所经历过的不是一个很顺利的音乐路啦，就是虽然我不知道，就是在我心里面有一块就是一直很执着在这个部分，
但是在过程当中也有被浇过冷水，然后也有因为我的环境我遭遇的状况而感到想要退缩想要放弃，然后甚至连现在我拍这个影片的同时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做一件正确的决定或者是对的事情，常常会有很多疑惑或者是怀疑的声音在我里面说啊，就收手不干了、啊、找一份正常工作、啊、好我讲太多了对不起我讲太多了，反正就是啊好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我期待我可以进啊我进游学校之后可以学习到的东西，那对那接下来就是我录的这两首指定曲的 cover， 有一首有混音有一首没有混音，那第二首没有混音，那穿越那一首我也放在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当做一个给观众看的正式的 drum cover， 比较多的后置在里面，那另外一首就甄选用所以就没什么做后置，谢谢。
让我们把我们的两只手向神高高的举起来。今天早晨我们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你呼召了我，是你拣选了我，是你牺牲自己换我生命，你爱我，是你呼召了我，是你拣选了我，是你牺牲自己换我生命，是你呼召了我，是你呼召了我，是你拣选了我。